我们心心念念都是选区内的所有的乡亲。然后我刚刚也特别提到，在这样困难的环境，有这么多位八万多名的乡亲愿意支持我们，一路的来协助我们，那我们非常的感动。那未来宽能在社福方面，还有我们的青年工作方面，我们也都会尽力的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哈。那只要乡亲有需要，随时都在，我们会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。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宽能的一个选举的帮忙，还有支持。那虽然这么多的攻击跟这样子的一些困境当中，但是还是有八万多名乡亲来愿意来协助宽能。那我们最主要还是要感谢所有支持者，谢谢。